今天刚到的那个声卡，德国坦克的那种，叫什么来着？火龙的8.0的那种。这个包装寄过来好像有点不好，下线。现在打开来看看。没了。外包装是这样子，有点发黄。这个包装外面一层黄的，这是包塑的，完全分装。这个有5个国家的语言，现在拆开来看一下。这个包装挺精美的，还不错。